自己的28岁，我还没到28岁呢。来自未来。要不试一下，镜头一看也行。看一下，看看您的起始位置。对，然后这边是站定上来。现在其实26，然后今年呢过生日的话就27岁，其实也很近。在农会成立的这一天，澎湃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成功快到了。”虽然最初澎湃只能找到6个同事，但他坚定地相信，明天会有60个、600个、6000个、6万个，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戏即将在海丰上演。这次其实来参加这个28岁啊这个节目，我觉得了解了就是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在那个年代他们做了什么，然后就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也感受到了就是现在的生活非常来之不易。我觉得向他们学习吧，然后成为一个好青年。希望我的同龄人们，对吧？然后，无论是还没到28岁的，或者已经过了28岁，我觉得一直保持这一颗赤诚之心吧。做好自己的事情，脚踏实地，我觉得一定会，得到非常好的生活。